朋友们好，朋友们好，我是翠姐。今天晚上考三文 Y 的三门，那我提前一个小时用了这个 Dallas Snake Season Seasoning and Garlic Salt。 哎呀，这些酱料真是很难读啊，用这个提前腌了一个小时了。你看它已经腌得很好了。这个炉呢，提前15分钟要热炉。15分钟的话，大概就炉温去到350度以上了。那这个这里我们是放了一点那个 smoking 的，是放了核桃木的，所以烤出来它有一些柴香味。那这个炉应该是可以了，准备要放了。这个火已经行了，现在要把这个先喷一点油。这个火已经行了，现在上面要喷一点油，先把它放进去，一面5分钟，盖上去。Let's try。现在已经放进去了，放进去之前那个 pan 上边要喷一点橄榄油，用着一面烤5分钟。今天晚上用三文鱼是用的 apple 5的，你看这里下边挂了个柴盒，所以烤的时候呢，它就会有很多烟出来，就像是炭炉，烤出来的味道像炭炉一样，但事实上不是炭炉，它是煤气炉。所以这个炉子设计真的是蛮好的，我们已经用烂了好几个了。你看这个用烂了，里边又换了芯儿，又不舍得扔，还在这放着，已经闻到香味了。好，等5分钟以后翻面，再烤5分钟就 OK 了。面5分钟已经可以了。这边哦，我是哎 ，flake。OK。哦。外焦里嫩，又出炉了，真出炉了。三文鱼已经烤好了，也包产到户，加上这个米饭，再加上西瓜皮，凉拌西瓜皮，用 tang dressing，酸酸脆脆的，健康的晚餐，准备开吃。饭后甜品。